香港海关肩负缉私、保障税收和保护知识产权等重任，三大部门通力合作，守护香港，打击犯罪，杜绝不良营商。任何人销售或为售卖用途而管有无牌物品，即属违法。海关毒品调查科君子琪 ，Madam， 有可疑物品。你所贩卖嘅口罩包装上面嘅生产日期系下个月，明显系虚假嘅商品说明，违反咗商品说明条例。报告海关，我而家要求嘅嘢只系唔好有任何嘢阻住我哋嘅行动啫。处事方式截然不同，系互补定系相冲？护法守关，专业承担。順利通過今日考核的考生才至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輪選程序。歡迎你參加今日海關督察招聘的最後面試。香港海關全力協助，以真實場景展現把關精神。把關者們。